近日由马丽、常远、艾伦、魏翔等人领衔摄影的古装喜剧电影《狸猫换太子》在近期公布了哈哈笑横版群像海报，海报展出马丽、常远、艾伦、魏翔等群星的古装扮相，集体魔性大笑令人上头，观众在被这份快乐感染的同时，也将更加期待这出好戏的上映。影片讲述了富家女杨家珍与小捕快狸猫成婚，虽然夫妻恩爱，但始终得不到家珍父母的认可。狸猫意外发现自己竟与当朝太子相貌相同，一个想进宫获得晋升，一个想出宫获得自由，二人交换身份，却不知正一步步卷入上述的阴谋里的故事。两个长相相同的人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只因各自心中追求的不同，竟决定互换人生，开启全新生活。期间各种啼笑皆非的好戏由此轮番上演。在影片中，马丽、常远首组非常美丽全新 CP， 常远一人分饰两角的出色演技，更是解锁了交换人生的新活法。在欣赏主演们爆笑演绎的同时，也留给了观众们思考的空间：到底是太子锦衣玉食的皇家人生好，还是礼貌粗茶淡饭的普通人生妙？届时还请在影片中一探究竟。